谢谢大家，我们回来了。谢谢你们的 uncle， 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。为了避免这种开眼前的尴尬，教你找假装跟旁边人很热情的聊天，就不会尴尬的吃饭。是，哈哈哈，对，笑也可以，笑也可以。想待
Ah!
谢大家来这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胖虎。你漏掉这一句了。精神元气，再一次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胖虎。没有，你在讲之前就笑场，你要对自己有自信。来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胖虎。好，你那里来一个可爱少年版的。你爸好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这一点你都做不到。哇，好恶心啊！谢谢大家来参加雷神最后一场贝斯手的演出，太恶心了，马上 fire。接下来我另外一个团 MT Ori， 我们即将推出新的 EP， 即将退出乐团圈。哦，这个天气演出不是盖的呢，你们懂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们都没有念过书，热啊，真的超闷的，你别闷，对不对？现场有人是淡水人的吗？让我看淡水人举着手，让我知道一下。那有人是五股人的吗？巴黎，我，高雄，哇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有没有泰山人？真的假的？大家辛苦了，我了解你们都很热、很黏，对不对？很闷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辛苦了各位。等一下演出结束，我请大家吹冷气。那个芙蓉大饭店一楼大厅，我请大家吹冷气。进来，进来。好了，我们要那个唱歌连发了，时间不多了。我们要唱一首很久没有唱的歌，很久没唱了，大概半个小时没唱了。我团员听不到我讲话，不卡了，两位叔叔，是要卡歌吗？没有，干嘛不卡了？领了钱就要做事啊！我能少唱一首，我少唱一首，开玩笑的。我很喜欢表演给大家，真的，我在做效果。局长来了，局长来了，局长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北市市政府的，几年盛举活动，非常精彩，绝对不卡歌。接下来下一个 part， 我们耍歌联发。我们知道说你还有什么，是我们的道德。
量都有所保留，我看得出来哦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我们要来教大家一起带动唱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转眼之间也进入到我们的 Uncle 曲的一半了。Are you ready? Really? Okay. I wanna hear your voice. Okay. Are you ready? Yes, I love you. You are the best. Okay. No, no, no finger, no. I am proud of you. Oh, I know, I know. Magic, right? Magic. Oh yes, magic, magic. Good job, boy.National language, the middle finger. Yes. Hello. What I need, man. 我喜欢踢足球。我爱小妹妹。谁不？谁个不 ？OK，OK，开始。OK， 那我们回到五分钟前的那个状态，好不好？把你的热情拿出来，数到三，跳一下，回到五分钟前。一二三 ，Yeah！ Everybody, are you ready?
新北市政府办的这个音乐季，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舞台，那个环形舞台设计，前面有人，旁边也有人，后面也都有人，非常的前卫啊，非常的前卫的一个设计。我们身为新北市的市民，真的感到无限的骄傲。对，但我今天是新北市的。好，我们时间差不多。汉武前阵子有休息了一阵子，然后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。然后反正现在我们回来了，然后疫情也慢慢结束了，大家口罩都可以拿掉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大家的表情，然后享受音乐当下那个能量。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样子。反正不管怎样，希望你就是都可以很正面的去想你现在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一夜去克服它，这样。然后我是雌雄，我不是要哭。谢谢这个观众把这个神圣的时间给打断了。你们两个是情侣吗？我刚才看到他帮你用毛巾擦汗。你要娶她了吗？你也可以帮我擦一下。我要娶她了，我要娶她了。
不管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，我们是胖虎，今年是我们的20周年，接下来会有20周年一连串的巡回，再麻烦大家多多支持一下。我们会要坚持一件事情20年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他们在玩团的时候，我还在妈妈讲扣掉，说的没有错。对，今年是我们组成的20周年，所以年底我们会办一个20周年的 tour， 会有20场起跳。各位在现场的各位，你们都会来吧？那这首歌送给大家，最后一首歌，大家要玩得开心。你来干嘛？We'll be right back.